各位早晨，歡迎收睇《開市錦囊》，我係林子彤，而家同大家跟進翻歐美股市昨晚收市嘅情況先。投資者在大型科技股公布業績之前積極入市，推動美股三大指數大幅反彈，道指回升超過300點，收市就升369點，收報38,519點，標普500指數就升60點，收報4,906點，納指就升197點，收報15,361點，升幅有超過 1%。看埋喺美國上市嘅港股預託證券做價個別發展，匯控就比本港收市升1.45%，騰訊升0.43%，阿里巴巴跌0.31%，美團升0.16%。歐洲股市就全線下挫，倫敦富時100指數收市跌8點，收報7,622點；法蘭福 DAX 指數收市跌44點，收報16,859點；巴黎 K 指數收市跌68點，收報7,588點。商品期貨方面，中東局勢持續緊張，但係紐約期油就先升後跌超過2%，收報每桶73.82美元，下跌2.03美元。倫敦布蘭特期油亦都跌超過2%，收報每桶78.7美元，下跌1.85美元。金價方面，美國上個禮拜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上升，美匯偏軟，金價微升。紐約期金收市升3.7美元，收報每安士2,071.1美元。看埋最新的美元匯價，港元7.82，日元146.332，歐元1.087，英鎊1.275，瑞士法郎0.857，加元1.338，澳元0.659，紐西蘭元0.615。美國國庫債券十年期債息率就報3.88%，三十年期債息率就報4.13%。咁啊，睇翻港股啦，二月一開局咧，咁啊，尋日有得升，但係升幅唔算多啊嚇，咁啊，但係今日咧，開始翻嚟咧，見到嗰、那個買盤都 OK， 咁啊，暫時咧恆指咧升緊253點啊，最新準15,826點啦，國企指數升緊96點嘅，最新準5,320點，大市成交咧有61億幾啊嚇，又同大家跟進一下咧啲科技股嘅表現啦，咁啊，阿里巴巴升，但係1.8%啦，最新漲72.35嘅700騰訊升緊大約4%，就係撐住個市啦。而家咧去翻282.8嘅水平，咁啊3690亦都升超過3%啦，去緊66.15。睇埋388啦，咁啊叫做氣氛好少少咧，暫時388彈緊大約1.7%啊嚇，最新漲241蚊。嗱呢次咧同大家跟進到呢度先啦，稍後翻嚟咧我哋仲有其他嘅直播環節嘅喎，轉頭翻再見。要財蚊呢一題提提你，現貨黃金買價2,071.1美元，買出價2,071.3美元；現貨白銀買價23.247美元，買出價23.267美元。以上資訊由要財蚊呢一題提供。